证件我拢准备好啊，你稍等下只要负责点头，还佫签名就好啊，较定着嘞哦。等代志完成了后，你钱退下就会当走啊。嗯。你爱打哪一领？恁少紧啊，载着咱的大一个宝宝就无好啊啦。你嘛受限嘛，阮的宝宝今摆佫只是一个胚胎尔嘞。静怡，你是嘛有心啊？大家敢若顾你欢喜尔，煞袂记个顾虑你的心情啊。这是咱的头一个囡仔，嘛是你的头一胎，敢袂紧张？即阵啊，我看你的表情，就是敢若就无欢喜安尼。啊，你是毋是有啥物顾虑，还是烦恼啥？无甲我讲。我手上有心呢，我手不懂三宝，有啥物通我烦恼的啊？啊，若真正硬要讲，就是欢喜甲唔知要安怎表示啊。你免惊啦，有囡仔了后，你才真正会当去体会到做爸母的到底是啥物款的心情。说落来，你会烦恼囡仔有食饱无，也有破病无，还是到位不爽快啥那？伊嘛袂晓讲，所以你会紧张。莫紧，有我甲你手牵手，陪伫你身躯边，咱两个做下感受。我嘛甲你挂保证，我袂因为这个囡仔，就对你疏忽。因为有你，有我，才有咱一家伙啊。现在讲这个也太早，超感觉我那怕。嗯，哪会？宝宝，宝宝，现在爹地讲的话，你就要认真听哦。爹地为现在开始都会给你惜命命，我会给你跟妈咪最好的照顾，所以你一定要做天使宝宝，别让妈咪太过辛苦，有听到吗？卖乱谈啦！即卖宝宝只是一个胚胎尔，耳仔都还袂生好。哎，唔对，咱囡仔敢若是有心电感应的，对无？有听到无？嗯？吴金小姐，吴金小姐，是我。卡丁要来婴儿提掉，甲先生冇常常过啊。我是丢毒啥啦？我对卢家峰也无感情啊，伊的期待跟我冇无任何期待好不好？这个婚姻一开始就是计划当中一部分尔，也不是我茫茫的人生啊。啊，这两年来哦，为着要应付伊，我真正过得足痛苦的。吴金小姐。你敢要紧？啊，无要紧啊！啊，阮阿爸其实已经从上好势嘛，决定好啊。这个囡仔来时机唔对，所以一定要提掉。那呢？这份同意书麻烦你看清楚，无问题了，就会当签名。金玉，那唔忙什么耶？终生等着这个宝宝啊！啊，可能这阵仔出来哦，想过一个代志啊，啊，家己身体有啥物状况，拢唔知影。我唔知我顶世人想有啥物好样啊！一旦娶到你，你遐尼善良、善解人意，啊，你嘛是一个巴肠遐尼宽的人。多谢你。嗯。
福清玉小姐，歹势爱一直安尼甲你问，啊，不过我最后搁爱确认一遍，因为这药若吃落，就袂当反悔啊。你爱好好考虑一下。我考虑好啊。这件代志，我跟我查某囝去讨论一下，然后我要先抓走。干爹，我你家己讲好清楚，是安怎做这件代志进程，拢无跟我参详啊。我跟罗家峰的婚姻本来就是假的。我无可能留伫个罗家相夫教子一世人啊！而且这个囡仔根本都无伫个计划当中，光应该处理掉，我有什么所在做唔对？不管什么计划，随时拢有可能产生一挂变数。你即马有这个囡仔，就是一个变数。那么应该好好利用伊，而且你也知影这个囡仔，唔呐对罗家峰，甚至对罗家来讲，拢是上大的弱点，嘛是咱要对付罗家上好的武器。你哪能讲不爱滴就不爱滴呀？所以即摆你的意思是要我把囡仔生落来哦？哈，那呢？真正你甲我讲的呢？你敢不是甲我讲，只要不和罗家斗，那呢你就和我甲小雨做伙？刚刚你即摆要讲话无算话？金玉啊，你话要我讲啦，我相信当然无迄个意思。即摆是我甲你的代志，卖插嘴啦。好，我们出去。我什么时候讲的无算话啊？我只是让你知影，这个囡仔唔那是你的保身符，嘛是咱这个计划要进行的通行证。所以你应该好好保护伊，回伫你巴肚内面平平安安。啊，若无进行咱的付出甲牺牲，拢白了工啊！我真正听无你讲啥呢？静宇，你莫激动啦。干爹，我想的啥物你想清楚啊。小雨唔那一边，为着罗安杰违背你意思哦，我早在咧怀疑啊！这代志行到最后，伊敢真正敢听你的话？讲到底，你就是唔相信我。这跟相信唔相信无关系，好不？这跟我后半世人的人生有关系，我当然嘛会紧张啊！小雨敢知影我为伊牺牲遐尼济？伊敢知我是安怎一心一意咧为伊设想的？这所有的一切，你拢无甲伊讲，伊嘛拢唔知影。未来发生啥物代志，无人知呢。啊，万一呢？万一我若真正失去小雨，我真正啥物拢无啊！静宇，你即摆大姓大名，莫遐激动啦，会影响着身体。会当影响着就好啦。你是好未？我拢已经甲你讲，是安怎爱保全这个囡仔的理由啊，你还去听无？我就真正听无嘛，而且我嘛无想要跳舞。我可能知影，小雨以后真有可能因为这个囡仔就气向我，那你我全部拢气了了啊！先冷静落来，干爹去甲你挂一遍保证，等咱的计划成功，你细汉所期待的梦想就会当实现。是啥梦想要实现？是啥物事的梦想？金玉，敢是你？我拄仔外口听你讲话真激动呢，是发生啥物代志？
哪会当有什么大事？当然是我一直想要甲罗家因哦倒这个愿望啊！我拄只才甲静玉讲的啊，我这个计划那是无恁两个啊，根本是寸步难行。佮卡边讲啊，连个实现我的愿望。对无，静玉？是啦，跟你讲的无唔对。但我静玉，你讲话讲甲真激动呢，秘书甲爸想要争取啥？我拄只讲话遐尼激动，拢是因为胡迅安，胡迅安遐麻烦啊。唉，无唔对啊，胡迅安这笨手，确实真有可能，把咱计划过冰雹。嗯，拄只金玉讲到这也一开嘴，就规个人拢一激动，话拢讲袂落。怎样？先一杯滚水，让金玉啉，好冷静一下。小玉，胡迅安这件代志。你要讲清楚。爸，代志经过就是安尼，你安怎看？计让遮尔皮皮的人，伫房间装针孔，就是这段影片，唔来翕到我甲静玉，也翕到爸，还佮千影，就遮尔拄好。我现在摕这段影片威胁我的时阵，我安全拄着，迄时阵状况上紧急啊。我只有牺牲静玉，甲爸报掉诶。想袂到胡先生这个笨手，这尔啊歹地头，赚一千万啊，拢无在乎太爷做。看来你真正要小心处理。静玉，所以毋是干爹爱念你，因为你个人的私利啊，轻举妄动，才会惹遐侪麻烦。加在你即马巴肚内面拄好有这个囡仔，加上我已经成功进入永兴集团的造镇计划。安尼要甲罗家因落倒啊，袂予恁等真久啊！经过这个代志，今日行为有较谨慎啊啦。而且爸，你嘛真袂过意啊，今日这么够有心，你莫予伊受到压力啦。总共一句，我已经成功进入永兴集团的招生计划，我绝对无法度容忍。直接陪唔知咯，何神哥啊，你有啥物麻烦出来？